希望体育今天能够来到现场参加，我相信参与我们的每位现场朋友都非常的激动，好不谢。欢迎运动的朋友们，胜利开场！我们都忙着看别人有什么，忙着追求别人的美妙生活，以为拥有就能得到快乐，汲汲营营却后怕总感觉什么，偶尔抬头才发现天空比想象大很多，快乐并没有像你想的那追求，我开始学会了我艰难的生活，用爱去看世界，问自己要的是什么，因为多了一份心，感受的比多一个人也可以自在享受，我开始学会了要艰难的快乐，用爱去感受剧场的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你的好朋友
射王水，开心吗？哇，今天听说这个人山人海哦，但是呢，我好像那个我们的距离有一点远的感觉哈、哦，可以，所以听不出来，就是你们的那个掌声跟你们的尖叫声，到底现场有没有超过五千人？我们有五千人的声音加尖叫声，告诉消防局。哇，这个因为啊，就是。其实我这两个礼拜人都在北京，我是为了来所有的台中的朋友，为了劳工局，为了啊这样的演唱会，哎，然后飞回来一下下，待会三点多我又要飞回去北京，所以你们尽量点歌，我们尽量唱歌。接下来这个歌呢，好、哦，这首歌呢哈，第一个 KTV 哈，尤其是咱男性朋友哈。心内呢有伤啊，心内呢郁卒的时阵，拢会唱这首歌，这首歌曲做温暖啊，做平静的吼，叫做《心内有伤》。幸福亲像做了一咱我回不回家，只有月光小雨打落地涂骹。你讲拢是我误会，不是你变卦。本来就无爱，这句话使人足心痛。You like it?
首歌《心流针》，西班牙将送给今天来圆满剧场的好朋友们。到目前为止，还喜欢、还满意的朋友，请你用你的掌声，将你的尖叫声、任何的声音告诉校方，请。脑子看不完意的，还是感觉唱了不好的所在，请恁举手，我看卖啊。台中市民真正做热情、做温暖的，给家己一个上热烈的掌声，家己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歌单拢是主办爱听的啦吼，啊，主办爱听，唔系无一定是代表恁爱听的啦吼。来，这边要听什么歌？哦，无用，无用，来等歌。啊，这边要听什么歌？末班车是不是？来，左边朋友听什么歌？我知道啦，你们都想要听末班车，是不是待很久想回家了？哎，还是要听什么？你是我的眼啊。通常呢，唱的你是我的眼，在我的这个规则里面，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就是 ending 的时间。你们要先听这你是我的眼吗？终于有人会说不要了。要听末班车的请出声。我先吼，我这样，我就随便清唱一小段，因为吼，那个控台比较远，如果吼要换歌的时候呢，我那个控音师可能要跑到对面去这样子，哦，你可能你要等一些时间，所以我清唱给你听好不好？别说话，泪水你别带走，镜子里的我。上的笑容，别回眸。末班车要开了，你不过先走。深爱是让不舍离开的人，好好走。高台嘛，可以吗？还要吗？要。再来，要听什么歌？阿嬷的话是不是？每一个人有友好无？台中的朋友有认亲无？台台有出状元无？有支持阮新生出卖者无？这是阿嬷的乖孙，你一生敬佩。接下来我们就唱这首歌《阿嬷的话》。准备唱啦！来来来，待会儿听听看，台中人的阿嬷，友好的声音是什么？时阵，阮阿妈对我上好，加上阮物件拢会留予我，莫定定错记。Thank you.
这首歌曲相信听过的人都会跟我们一样有深深的感动。是。他跟我们点歌讲点一首《你是我的眼》，等于是 Happy Ending， 是不是？对对。好，你们都会唱对不对？好爱唱、啊。会，而且我们今天你知道吗？是。很多人把你当偶像，都想要上来跟你一起唱，可以吗？哎，那就全体的人一起来嘛，好不好？可以。所以不止我们爱唱，是我们连。